This is Mighty， 我是雷星人。假如有一天外星人不再陌生，他们甚至从天而降，准备和地球人正式交往，那么人类会派哪个代表去和外星人打招呼呢？Picking up the signal from the Swiss Guard Recon Squad. Yeah, I can't get a lock. I'm getting close, but there's lots of interference. That's never a good sign. 最近在英格兰进行的一项有趣的调查，围绕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科学家和不明飞行物爱好者热烈讨论的问题：如果外星人公开拜访地球，选择谁去握手是最好的呢？据报道，牛津大学有两位学生进行了一项奇妙的研究项目，询问了多达2000名英国人。研究结果表明，公众更青睐科学家出面和外星人打交道。具体来说，15%的人认为官员应该承担应对外星人接触的职责，而11%的人认为这件事应该付诸表决。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可能性中，让普通人出面的行动方案是最不受欢迎的选择。至于谁出面最好，迄今为止，科学家在调查中获得了39%的支持率。此外，有23%的人说他们也不清楚该如何选择。尽管外星人还没有被主流人群接受，然而在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对美国1522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发现，1/3的受访者认为外星飞船正在访问地球，尤其是年轻人高达40%。但是不妨碍我们先做这种思想实验。至于外星人如果真的来了，是否回应他们？高达56%的人表示支持回应外星人。而13%的人则表示谨慎，保持沉默，忽略星际呼唤。那么您的选择是沉默还是回应他们呢？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欢迎订阅，期待你的留言。